中一个在市中心，时间还要走。对呀。肯定你以前有发红包，因为他说你看到他。我以前没有，可是现在，就是像我表哥表妹的小孩，如果他们我们在一样的地方，我会发红包，可是现在不收红包了，我已经28岁了。来庆祝中国的新年呢？因为你已经这么久了，是中国传统式的还是美式的这个庆祝？通常会是中国菜，然后我记得我在LA 好像我们有煮中国菜啊，可是今年我妈妈不会在，所以所以我可能就出去吃。这人不喜欢年夜饭，过年的时候我最喜欢吃什么？什么都喜欢吃。我从小都是最喜欢吃葱油饼，所以我妈妈她每次会每年都会做。对 ，I mean 不只是过年，可是我们有过年的时候，我会特别问他可不可以帮我做葱油饼。你小时候有收到过红包吗？有啊。好吗？看是谁啊？就是像我去中文学校的时候，他们会给我1块钱啊，然后我阿姨跟 uncle 他们可能会跟婆婆奶奶他们会给我20块到100块，yeah， 我父母不会给我红包。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，我看已经超过150多人都在咱们前面，今天又下雨。Yeah。之前来之前有想过会这么多人？我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，然后今天的天气很不好，所以我知道，有些粉丝从早上10点钟已经开始，已经开始在外面等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。我知道他们花了，因为从10点到现在，我不知道几个小时，等我，所以我很感谢。因为你现在是中国人在 NBA 唯一的一个代表，所以现在姚明退役之后，而且就是大家都是以你为骄傲的，那你自己会打了这么多年的球，你自己会觉得？以前我会给我自己很多压力，可是现在比较成熟一点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为上帝打，然后我不会给我自己太多压力，然后通常如果我比较放松一点，我会表现比较好。yeah， 他们 ，I mean， 我们今年，我弟弟现在在纽约，所以我会跟他吃。可是我们礼拜四要去 Cleveland 好像，所以 ，yeah， 我家人不会跟我。最后问一个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让球迷再看到全明星赛场？你觉得？我们好像。3到5个礼拜。就是现在 NBA 这么多年，现在越来越开始重视中国的，包括庆祝中国的新年，来重视这样的 jersey。当你看到这些年队的变化，我觉得当然很好。我希望，以后，比方说，Black History Month 或者 Chinese New Year，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希望以后全 NBA 可以穿you know Chinese New Year jerseys 这些东西，然后穿红色的鞋子或者什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每一个队都 celebrate。